哎呦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你这是全身过敏，这么严重？那怎么办啊？你陪我去买个药呗。哎，我困着了，你自己去呗。我给老徐打个电话。你给他打电话吧。我们的案子需要改一下，中午就要。哦，你说他会让谁改啊？会不会是你呀？我去换衣服啊，备位。快点！哦，我量量。你能不能轻一点呀？看了多长？男子汉这么娇气，过敏就有点疼啊。好，上点这里吧。一颗一颗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小心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。你们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吧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什么什么事儿？在一起呀。我跟他，我俩没有在一起，我们就是普通邻居。不用害羞，这种事儿我看得很准。雅妮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他就不知道瞎吃什么东西，浑身过敏了。我陪他去买药。所以买药一大清早两个人就在一起啊？去买药。没想到我这没走几天，你们俩进展得够快的呀。李泽南，作为你的前女友，找到这么好的归宿，我很欣慰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是个雕塑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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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